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快点！他不熟，这两人什么意思啊 ？Interesting。哎，他为什么往我这边走，然后又不理我？眩晕，再见。他又是这个人，这些人在干嘛？谢谢清酒媳妇儿，谢谢你。他干嘛？他该不会在演吧？刺他，刺他一个大，没大招，撤了，撤了，撤了。五一波兵，等他过来，他过来，过来，大招，大招，捅大招，哎，过来，我笑了，他们在干嘛？我怎么感觉他们有点迷呀、啊？他们真的有点迷，好吧，有点没看懂。然后呢？他们干嘛？这太逗了吧！他不知道我可以晕他的吗？晕他反手大招，我就血就回起来了呀！他在干嘛、啊？这个。赢要有气势，输气质。不是说杨戬要改吗？我也觉得我好早就听过杨戬要改，然后改到现在还没改。他们就彻底炸了吧？他又值钱了？那我这里蹲他一手，他不又死了吗？是吧？他本来不值钱的，他杀了个人过来值钱了，再给我个人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逗啊？我的下路我打爆了呀！哎，我是不是太浪了？哎，我好像没事，可以，对不对？绝对就回手镖。回家，那阿克开个大招，帮我拉了个走位。他本来在这里死的话，我肯定死了。他开了个大招往那边跳，把我带出去了。我感动了。我铭文是什么？异变引力加鹰眼呢？异变狩猎加鹰眼，说错了。我直接过去了，想要这波兵，哇，我感觉我手真的这一波手真的是快、啊、好吧，看得很清楚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已经碾压了，所以就玩得比较自信了。哎，我这刚吹了一波，自己技能就按歪了。可以。他们就刚好那个位置站得很清晰，我就知道把这个人杀了后，先杀了那个鬼什么鬼暴君，把暴君一镖，牛一杀，那个阿珂一杀。你干嘛？这，啊，这都不需要斩杀了，这什么呀？这满屏就是 legendary， 啊，我都杀的不好意思了，这人干嘛在？等六分了，这里估计会有个人过来啊，有个眼。
真的逗，太逗了吧这些人。六分了呀，没投，他们干嘛？六分杀了十个人，醉了。阿珂，完了，哎，没完。哎，最好等我个大呀。哎，我发现我这个人我是不能浪啊，我感觉浪了压力还是有点大的呀。啊，休想让我的队友死好吧。啊，我先把中路塔。呀呵，我们这怎么就推不上去了呢？先回点血吧，怕出事了。都清掉了。你和那个一板一眼的弓箭手一样无聊。死活推不下来。怎么回事？我们为什么拿不下塔呀？肩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但终究优先推塔。得不到，小闪现，吓死！哎，屠杀，打主宰吧。进攻暗影主宰，在活着面前，我觉得不能浪啊，浪一波。也许被他们翻了呢，我死一下估计值800块吧。我死一次应该值800吧。Hello， 他大招了，没大，没顶到。你和那个一板一眼的弓箭，阿珂在哪？打不起来。拿个蓝，稍微等一下。我拿，谢谢，请求集合。我拿，好不好？感觉还是得认真玩。你推不上去，怎么回事？
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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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哼哼，嗯哼，咚咚咚咚。我不浪了，还没有兵线，我觉得他们可以杀。嗯，我就下路七点血。买个魔女，他们还在顽强抵抗。可恶，哎呀，不走位的吗？哎，他往前面走一步我就秀了呀，我就一波三连狗，全部都咬死了呀，把塔点了呀。嗯，好漂亮，给个大，好，一波了，最后还是结束了我这16连杀。嗯，完美。哇，怕是个怪物吧，这把打16个人头，从头杀到尾，太刺激了吧，哼，可爱。